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拉财经。美股三连阳，终于终结了近百年来的最长连跌周。美联储关注的通胀指标 PC 物价指数四月同比增速高于预期，核心 PC 物价指数持平预期，都较三月增长有所放缓，显示在通胀持续高压之际，消费者的支出仍然强劲，是企业利润前景的利好。美银策略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如果金融条件恶化，美联储可能会在9月暂停收紧政策，将基准隔夜利率维持在 1.75% 至 2% 的范围内。这份报告对于多头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美国一季度经济收缩幅度超过预期，交易员也下调了2022年美联储继续加息的预期。交易员认为到12月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至 2.5% 至 2.75% 的几率为 60%，高于一周前的 35%， 但决策者在年底前实现 2.75% 至 3% 的目标区间的可能性下降至 27%， 5月19日的时候为 51%。 下面我们来看最主要的通胀数据。美国 PC 物价指数震撼来袭，5月27日周四，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4月 PC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了 6.3%， 预期是 6.2%，前值是 6.6%， 核心 PC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4.9%， 与预期一致，低于前值的 5.2%， 核心 PC 物价指数月率录得 0.3%， 与预期和前值的 0.3% 持平。上面这些数据虽然并不算好，但总算没有恶化。在没有美联储高管鹰派言论的市场环境中，被一些机构认为是可以暂时理解为通胀见顶了。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基于市场的通胀预期在5月出现了明显降温，5年远期通胀预期该数据在4月是达到了 2.67% 的多年新高，在5月回落到了 2.22% 一线，这是该通胀预期指标自2011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纽约联储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仍预计当前的通胀冲击将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价格涨幅将保持低位且稳定。这一结论与此前纽约联储的调查结果相一致，即虽然短期通胀预期正在上升，但消费者预计物价将在5年内上涨可控。这次基于市场的通胀预期出现了11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人们希望鲍威尔可以松口气了吗？或许说目前的预期至少在美联储可接受的范围内，市场对于鲍威尔抗击通胀表现出了一定的信心。最近经通胀调整后的美国支出数据走高，凸显出了消费强劲，消费者支出增幅为三个月来的最大，显示了美国家庭顶住了持续但正在缓和的物价压力。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收入增长低于预期，个人储蓄率暴跌至仅 4.4%， 为2008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后续消费或面临后劲不足的现象。从二级市场的角度来看，市场正在经历纳斯达克过去20年历史上的第三大回撤。过去6个月里，科技市场蒸发了难以想象的市值。宏观来看，市场并没有互联网泡沫或者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么大的挑战，但所有的软件、互联网和金融公司里有超过 60% 的公司目前的市值低于2020年疫情前的价格，这相当于市场全然无视了这些公司这两年的发展。而这些公司在这两年里大多都实现了收入和利润的翻倍。此外，其中还有 30% 以上的公司目前的市值是低于疫情最恐慌期间的最低点的，这就让人比较无语了，相当于市场认为之前的估值体系出现了问题，这些企业的估值倍数已经跌到了过去10年平均值以下。如果算上对增长系数的调整，这个数字就更低了，这说明不计代价的增长也不会被认可，不计代价增长而获得回报的时代过去了。在通胀、加息和战争等的影响下，投资者更多的开始关注企业的短期确定性，资本变得越来越值钱，宏观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使得投资者越来越不肯为长期增长预期付费，所以大多数企业的股票出现了短空长多的局面。其实每个人的考量都是不同的，那么这次美股大反弹到底是谁在买呢？我们总结了一下，答案是有两批人。
第一批人是公司高管，美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们正在大举购入自家股票。五月有超过1100名上市公司的高管购入了自家公司的股票。公司高管买卖股票的比例从四月份的 0.43 上升至了 1.04， 有望刷新2020年3月以来的记录。公司高管这时候抄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些高管大举购入自家股票，或许表明了即使美联储对经济踩下了刹车，他们仍对自家公司能够实现盈利有信心，并且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这种态度会使人们认为这家公司未来的情况或许不会像投资者所担心的那么糟糕。一两家增持属于个例，如果很多家增持，可以说明一些企业盈利的信心犹在。投资者考虑更多的是宏观层面，而高管大部分是从公司的基本面来考虑的。高管比任何人都了解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从历史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好的信号，往往和历史走势、公司股价走势相匹配，往往与底部时间吻合。这点大家可以多去看看自己持股的公司，当然这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要观察公司内部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自2020年初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已经宣布了4290亿美元的回购，比2019年和2021年的回购速度更快。再来说第二批人，喜闻乐见又是散户。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周里，标普500指数接近跌入熊市的边缘，但散户投资者采取逢低买入的策略，推动该指数在短时间内迅速反弹。在没有来自机构的额外抛售压力之下，散户投资者大量的资金流入可能是导致盘中大幅反弹的主要动力。数据显示，在本周全球股市净流入了约200亿美元的资金，创10周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流入美股的资金最多，而散户投资者的净流入金额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如果再往前看，在最近的三个月里，散户投资者购买了价值760亿美元的股票，平均每天有13亿美元。在这轮抄底中，散户投资者仍然专注于买入跌停板。谷歌趋势数据表明，与市场底部相关的搜索大大上升，已经比2018年第四季度的抛售期间高出了3倍。散户们最喜欢的是科技股和成长股，不过这里请大家注意，历史经验说明，股市大概率还没有到底，只有当散户都不敢买了，风险厌恶情绪急剧攀升了，放量下跌才能见底。因为当面临大规模损失时，散户会最先承受损失。目前散户们的投资组合平均缩水了 32%， 也是自2014年的最差表现。目前散户韧性十足，情绪似乎仍具备弹性，对于抛售是否已经见底，策略师们仍存在分歧。摩根士丹利、高盛和美国银行等机构表示，美股可能还得下跌，直到美联储暗示结束收紧货币为止。贝莱德在本周将发达市场的股票评级调降至中性。花旗最新报告称，现在是抄底股市的时候了，不过花旗集团同时将对美股的评级下调至中性。美银策略师在报告中写道，夏季反弹行情正在升温，我们会退场，但不会急着退场。以往经验表明，美股进入夏季之后，行情比较清淡，因为投资者在夏季休假高峰期间会减少交易。高盛认为，尽管近几周股市的抛售压力很大，但很多投资者群体，尤其是以家庭股票敞口水平仍然较高，表明如果宏观前景没有改善，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抛售。在我们看来，这次不过是一次熊市反弹，当看到这些反弹时，他们的成交量不大，没有太多的说服力。财报情况只是第一季度的数据，而第二季度的数据将比第一季度更加糟糕，而我们要到七月才会得到证实。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将会有一个非常诡谲的市场。我们回到开头，再来说说通胀。汽油、柴油、天然气都在高位，在夏季驾驶季节即将到来之际，美国汽油库存进一步减少。上周美国汽油燃油库存减少了422万桶，库存处于2013年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另外，柴油荒也来了，白宫考虑动用紧急柴油储备。
美国政府史上只释放过一次这种储备，是在2012年超级飓风桑迪侵袭后。柴油作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燃料，不仅为农场和建筑设备提供动力，而且为在全国范围内运输货物的卡车、火车和船只提供动力。飞涨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被转嫁给消费者。受供应短缺的影响，美国天然气价格飙涨，突破了9美元，为2008年来的首次。那么如何应对呢？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都被美国制裁了，叙利亚、伊拉克被打成了废墟，沙特拒绝增产。目前拜登只能牵头协调释放全球原油储备，以遏制能源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不过总体来看，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释放储备只能争取到一些时间的缓冲，而且是有限的时间。当然，拜登强调，高油价是无与伦比的能源转型的必经之路。或许下个月与沙特王储的会面会带来好的结果。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警告，全球通胀冲击的严重程度比70年代严重一个数量级。这场危机或许比1970年代更糟糕，因为不仅仅事关石油，而是粮食、石油和疫情带来的供应中断等三重冲击。不过，这位大佬批评了当前的通胀应对方式。提高利率并不能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不会创造更多的食物，这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人们将无法进行投资。通过提高利率来扼杀经济，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解决通胀问题。他指出，美国经济需要供应方面的干预，而不是美联储的加息，否则将无法控制通货膨胀。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Costco 的财报。公司不同于发布了不及预期的一季度财报的沃尔玛， Costco 在通胀激增的情况下，靠消费者对其食品、家居用品和燃料持续的强劲需求，录得高于预期的业绩。具体来看，销售额从去年的 443.76 亿增长到了 526.12 亿美元，超出分析师的预期，同比增长了 16%。 营收连续10个季度超预期，其中会员收入为 9.84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9.2%。 总之，公布了又一份稳健的季度业绩，这缓解了投资者的担忧。不过，由于其毛利率下降了 0.99%， 这让财报出现了阴影。对于 Costco 的估值倍数，几乎没有可供犯错的空间，所以这个下降 0.99%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部分投资者的担忧，让股价承压。从基本面来看，与沃尔玛、Target 不同， Costco 采用会员制，即使其收取不菲的会员费，目前 Costco 的会员人数也超过了1亿人，且会员续签率很高，并在逐年增长。据统计数据显示， Costco 在全球拥有近 1.15 亿会员。会员制带来的另一大益处是，通过严格控制出入口和检查会员卡， Costco 的库存损失远低于竞争对手。此外， Costco 还通过一些罕见的、独特的商品鼓励会员经常光顾，还以其体验较好的客户服务，比如退货制度，而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而在运营策略上， Costco 和沃尔玛都提供了尽可能低的价格以获取用户。不过他们的区别是，由于 Costco 门店的库存单位不到4000个，而典型的一般零售商则有数万个，因此 Costco 能够向供应商下更大的订单，这种议价能力导致有利的库存成本。最后， Costco 转嫁成本相对容易，因为其消费者群体相对收入较高，在面临通胀时压力较小。不过通胀压力仍在，来自商品价格的上涨、工资上涨以及运输成本的上涨，和供应链中断的压力仍然存在。财报后，花旗分析师将 Costco 的目标价由590美元下调至510美元，并维持对该股的中性评级。最后， Costco 自己还有一个杀手锏，上次上涨会员价格还是在2017年的6月，按照历史上5年半涨价的间隔，会员费近期应该可以涨价，但管理层综合考虑通胀因素，暂时没有涨价计划。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美股近期暴涨暴跌，很多人想低买高卖，但市场择时很难，最终会让人吃亏。从历史上看，在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之后，我们最终可能有 80% 以上的时间处于衰退状态中。能源板块存在利好，但并非一直都是这样。
原油这样的周期性产品波动性很大，周期性股票需要做买入和卖出的决定。医疗保健股、避险消费等防御股可以配置，逢低买入金融股。大型科技股资产负债表稳健的公司仍然存在着机会，后期反弹力度更大。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简单的忽略股市的起伏可能会更好。买股票的最佳时机是你有钱的时候，卖股票的最佳时机是你需要钱的时候。除此之外，不用担心股市走到哪了。好了，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希望有缘，我们下次再见，拜拜。